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面倒数第二行，57面倒数第二行第9。摄事各法亦成门，此门表言除无碍。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此是数事。摄事者，过现未三世，每一世又各有过现未三世，于是成为九世。九世互入，唯一总世。总世与前九相合，而为十世。前面八门，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讲空间，讲相应，这个无碍，相应无碍，相融相即，讲微细案例，全是讲的空间，我们已经知道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有关系是一体。那在时间上讲，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不是也包括在里面呢？没错。为什么？时间跟空间也是在一念当中生的。它也不是真的。自性里面没有时间跟空间。我们在前面八门里面能够体会到了。这一门呢给我们讲时间。文里面说此门表言粗，言是长时间。延长了，粗是短粗，短的时间。无碍就是没有长短了。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是长时间，一念是短时间。无量劫就是一念，这华严经上说的，念劫圆融，念是短时间，劫是长时间，圆融的，自在的，没有障碍。所以如果要问这成佛断烦恼成佛需要多长的时间，从理上讲一念嘛，
一念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了，佛就被变成凡夫了。佛会不会变成凡夫？佛不会了。为什么？佛不会迷。觉了之后不会再迷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大经里面很清楚，很明白，还不是一次告诉我们，屡次的告诉我们。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时时刻刻在点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觉悟了？什么叫觉悟呢？放下就觉悟了。这个要知道，没放下了还是没觉悟啊。没有觉悟这个状态之下，那就要常常点醒你。悟有两种，有解悟，有证悟。解悟明白了，做不到，做不到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呢？张家大师当年告诉我，没有，不要以为你觉悟了。你以为你觉悟了，这是很大的错误。真正放下了才是觉悟。他老人家当时举个例子给我。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桌子上第一边放个铜板，这边放个金币，现在说随你拿一个，你要拿一个，那我们当然要金币嘛，不要铜板嘛。这就说你觉悟了，你一定会挑，挑的正确啊。不觉悟不懂的，他看这个铜板不错尤其铜板是新的的话，很好看。那个金币要是旧的话，还没有铜板好看。你要哪个？我们懂得这个含义啊，就真的觉悟了。你怎么会不挑佛菩萨？你肯定到那去了吗？你肯定选择十报庄严土，你不会选择六道轮回。六道里面你真的觉悟了，你肯定选择极乐世界。你还会再干这些傻事吗？你看看，就在我们眼前，念佛往生的，给我们展示出瑞相的，人家觉悟了，就是万缘放下了。觉悟之后的样子是什么呢？真的，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四字洪名，不说六字，阿弥陀佛。
除这个之外，他心里面干干净净，一无所有，什么牵挂都没有，他走得自在啊，走得潇洒了啊，真的走了啊，一点不是假的啊，他家的邻居附近的人都看到啊，啊，他们家放光啊，他们家有异香啊，这都是在末法时期来给我们做证明的，真正觉悟啊。觉悟的人不再干傻事啊！觉悟的人不会给自己添麻烦呐、啊，那都觉悟了。觉悟的人也不会给释迦牟尼佛添麻烦呐、啊。啊，这正法久住。啊，所以我们今天从觉悟，啊，觉悟是有了，啊，没有办法走向觉悟，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没放下，我们的名闻利养没放下，我们对于五欲六尘的贪念没放下。啊，我们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没放下。虽然在大经里都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烦恼当家，不是觉性当家，觉性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我们用十个字来表法，大家容易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菩提心的体是真诚，真永恒不变啊！啊，宇宙之间什么东西永恒不变？只有真心永恒不变。真心就是本性，就是自信啊，还原观上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永恒不变啊。见性见什么？就是见这个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东西，见不了性啊，也就是自信不能当家做主啊。自信当家做主，烦恼习气一扫而空，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都不存在了。
大慈大悲，佛菩萨，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十法界。我们不讲四圣法界，应化在六道，应化在人间。随众生心，这是恒顺众生的。应所之量啊，众生希望什么，他都能实现。随实现，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那叫妙用。那么他现象干什么呢？现象是度众生。帮助众生觉悟啊，做出样子来呀！让这个世间芸芸众生看到了，一下就醒悟过来了。烦恼习气重的，刚刚醒悟过来，可是怎么样？立刻又迷了。好像睡觉了，你把他叫醒了，哼一声，眼睛还没睁开，又睡着了。我们学佛就像这个样子，听经好像是一下醒过来了，可是还没起床，还没翻个身呢，就又睡着了。这样的人有多少？太多了。几个人清醒过来就爬起来了。那什么，那叫真觉悟了。打应一声，哼一声，又睡着了，这不行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悟后起修啊。信、解、行、证。你能相信，你能理解，这是解悟。悟了之后怎么样？悟了修行。修什么？就应当要想《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历史练心呐，真修啊！早年方老师把《华严经》介绍给我，特别提出这一段五十三参。真舍智慧也，这他老人家讲，那不是假的。不是在书本里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把执着、分别这些习气断掉。五十三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一切社会的现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天都在参学啊。你有没有在练功夫？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练什么功夫呢？练不执着，
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练这个。啊，果然真的不执着了。这个不执着是无我，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了。只要有我，就执着。啊，阿罗汉不简单了，啊，《金刚经》上的标准，他真正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的很清楚啊，这是什么人呢？须陀洹。啊，须陀洹也在做报告，跟我们分享。啊，他说，他证得须陀洹了，他决定没有证得须陀洹这个想法。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不就着相了吗？着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没证得了。真的证得的时候，痕迹都没有啊，心地干净，痕迹都没有啊。所以阿罗汉得到了什么？得到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清净得到了。如果还有我，那是染污啊！啊，我是什么？阿赖耶识里面莫那的染污啊，莫那是一根染污意啊。只要有我，就有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爱。我吃，我慢，这就是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啊，三毒烦恼。你看这个病多深呐！啊，觉悟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没有贪心啊，顺境没有贪心，逆境没有嗔恚心啊，待人接物没有傲慢心，你贪嗔痴没有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时，你表现的是心平气和。啊，处事待人接物是一片慈悲，慈悲是从天下流露出来的。你自己不能谦虚，不能够卑下，啊，处处尊重别人，慈悲心没有。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学问深时意气品。啊，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没有脾气。啊，他绝对不会勉强别人。啊，就是啊，他非常随和。啊，为什么？他连我都没有执着了，哪来的我所？我所有的
他没有这个，我与我所都没有了，都放下了，所以才能成正觉啊，证得阿罗汉。证得阿罗汉给诸位说，六道没有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他在六道里面是来教化众生的啊，也是来修行。那修什么呢？因为他执着放下了，分别还没放下，他还有分别心啊。啊，分别比执着要微细啊，执着相很粗啊，啊，他分别没放下啊。那么在六道里面修。力分别比在四圣法界里面要快得多。啊，这就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修净土，在此地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还要殊胜。啊，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为什么？真的是大风大浪嘛。那极乐世界那里没有风浪嘛。啊，所以它进度就很慢。这个地方进度很快。成就快，堕落也快。啊，所以设方插图啊，不能说哪个地方有好，哪里坏，不能说，没有好坏。啊，好坏不在外面，好坏在自己。啊，自己要会修，哈，这个境界太好。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要真正用功修的话，将来往生可以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如果你不善学，你不会修，你在这个地方修的是凡圣同居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啊，至少还要用十劫，用那么长的时间。如果在这里你真会的话，哎，你这几十年的话就超过极乐世界修行十个大劫啊，因为它诱惑太多了啊，好事也有，是坏事也有，你在这个里头啊，真正能够修到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无动于衷啊，你就成功了啊。清清楚楚是智慧，了了分明慧呀，如如不动是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啊，这样的功夫念佛往生是生十宝庄严土的。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啊，真正做到不执着了，不分别了，再方便有余土。啊，有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用这一句佛号压住，不让他起现行，这叫功夫成片，这叫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这我们都搞清楚啊。啊，然后
我们对于时间严肃无碍，真的明白了。啊，去提升自己的境界，你看看，靠谁啊？全靠自己。啊，诸佛菩萨的示现跟教诲都是平等的。啊，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呢？你们说说，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是不是期望我们好好的学？啊，正法久住，我们这一生能够高品位的往生，说实话，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如果佛菩萨对于我们有什么期望，他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他起心动念了，不但起心动念，他还有分别执着，哪有这种道理啊？啊，硬化到我们这个世界，他已经退转了，退了跟我们一样了。啊，我们在误会呀，他没有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给我们讲经说法。啊，跟我们在一起也有说有笑，确实他没有起心动念过。人家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了。啊，我们用的教的意思是，念念跟自信相应。他不跟烦恼相应啊！啊，起心动念就跟无明烦恼相应啊，分别就跟尘沙烦恼相应，执着就跟见思烦恼相应，他全没有。啊，这些通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怎么个修法。啊，修行不离开生活，不离开人群。啊，五十三参哪里都可以去。离世无碍，世世事无碍啊。十玄门就是讲的世事无碍啊。没障碍。全是帮助你成就你啊！你在这个里头一接触啊，自己什么样情形全都显现出来啊，功夫前身立刻就出来了，哪里还需要找得到什么祖师大德来印证啊？不需要啊，那些印证跟你说都是表演的啊，表演给世间人看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尽在不言中啊，我不能不知道。一上八门，横是圆融之相。横是讲的横遍十方，这就是空间。是此是数门呢，数穷三际啊，
数是从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啊，那么我们纵观什么？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时间跟空间是分不开的，是一，不是二。空间里面没有障碍，时间里头也没有障碍，得大自在啊。啊，实事，什么叫实事？啊，时间我们一般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啊，中国人讲得很踏实。啊，从四象上讲，30年叫一世。啊，你看中国的世字是三世。啊，就30年叫一世。啊，古时候啊，这个一般家人呢都有祠堂。啊，祠堂里都有家谱。啊，家谱多少年修一次呢？30年。啊，30年要修一次谱。为什么呢？底下一代小孩出生了，名字补上去。佛家讲九世。啊，九世怎么说法呢？你看它有过现未三世。啊，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这些过去三世吗？啊，现在呢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只有三世。未来呢有未来过去，未来现在，未来未来，这个合起来叫九世了。啊，九世互如，这是一个总世。啊，加这个总世，这叫实世。啊，你看佛家把这个时间啊，他讲实事，我们一般没想到啊，啊，实事古今呐、啊，说此实事各立之法，同时具足显现，是曰各法异成。啊，这解释这个名词，什么叫各法异成？很好，他这里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别异之法。啊，九世之法了，这别异呀、啊。过去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未来呀、啊。啊，过去过去不是过去现在。这从时间上讲。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居时成就。
居士就是同时啊，同时成就，所以叫一成一，是九十啊，成是相如。啊，具足显现，我们在第一段啊，十玄门的第一段他讲的是，这第一段是总说同时具足相应门啊，不但同时啊，它同处啊，因为每一门它这个标题啊是七个字啊，他省略了啊，是同时同处具足显现的啊。到幕后底下一门的时候，就总结主办圆明具德门啊，这总结。底下举经文字，敬以华严初发心功德品愿啊，这是我们通常称为六十华严啊，在中国最早翻译的，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的经文都是残缺不齐，所以只有36000诵啊，全部华严经呢是100000诵，你看只有36000诵，大概就是三分之一。华严经没有全部传到中国。大概传到中国以后，陆陆续续来的大概一半的样子啊，经太大了，分量太多了啊，所以非常容易啊散失啊。经上有这么一段话，说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这就是讲的念劫圆融所以时间跟空间它是什么样的性质，法相宗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法相入门的典籍不发你们论啊，天亲菩萨造的啊，根据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造的啊，瑜伽师地论把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天亲菩萨感到对于初学的人来讲呢，太烦了，分量太多了，不方便，把660法
归纳成一百法。便利于初学。这一百法展开就是660法。660法展开就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所以百法了是一切法的归纳。这把百法又分作六大类。分作五大类。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法、无为法。所以叫五味百法。分这五大类。前面四类呢一共是94法。都是有为法。有为有生有灭。后面六条无为法。无为法是你看不出它的生灭。所以虚空列在无为法里头。这无为法呢可以说有真的无为，有相似的无为。像虚空是属于相似无为，它不是真的无为。真的无为只有一个真如。就是自信。自信清净圆明体它真的是无为法。没有生命。那么空间跟时间列在哪里呢？在有为法里头，在不相应心法。所以不相应，它有这么一个现象，它不与心法相应。心法是八识，八心王，他也不跟心所相应。这个心心所，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现象。它不是属于精神现象。色法呢，有11种。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它也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但是它是从精神物质里头产生这么样东西，产生出来不属于他们，跟他们不是一类的，叫不相应心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抽象概念。它不是真的抽象概念。所以百法里头有十分就是时间。我们这里讲的是时古今。是属于十分。空间呢讲方分。空间讲四方。讲八方，讲上下。空间跟时间呢在唯识里头都称为不相应心法。抽象概念呢，没有事实。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一念出生。这个宇宙从一念出生，现在的科学家慢慢对这个有兴趣了。逐渐逐渐大家也都肯定了。宇宙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一念出生的。
啊，现在量子力学里头讲这个东西，啊，越讲跟佛法呢越接近，所以无量劫跟一念没有区别。啊，无量劫是怎么显现的？是一念一念累积的，实际上只有一年的，这是真的。有没有过去？没有。这一念有。啊，有这一念，从一念里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一念如果要是断掉了，停止了，一念停止了，过去、现在、现在、未来都没有了。啊，真的，就像我们看电影。我们在荧幕上看电影，我们知道荧幕上那个画面呢，是一张一张独立的幻灯片。哎，在灯光之下的投影，啊，一秒钟，它的速度24张，张张不一样啊。你现在看的画面上，画面就是现在这一张的影子啊。如果这个画面断了，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了，都没有了。因为有这一张，它继续不断啊，在那边啊，连续的这个现象。你知道有过去，也知道有未来，它是个幻象，它不是真的。离开这一念呢，无量劫没有了，哪来的无量劫？因为有一念，才有无量劫；因为有无量劫，才有这一念。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一念，那个利用啊，不可思议。啊，现在讲功能，啊，它的功能太大太大了。啊，那一念。还原观上给我们讲啊，三种周边，一念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整个宇宙是一体的。我在宇宙里头，你也在宇宙里头，我们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不但你我在这里面，所有一切人物都在里面，所有一切动物都在里面。啊，所有植物、花草、树木也在里面，山河大地也在里面，包括无量的星球，啊，还包括许多不同维次的空间，都在这一念里面，这一念可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三种周边，你看，第一个讲周边法界，
这个能量信息周边法界啊。第二呢，出生无尽，你能够见得到的，你能够闻得到的，你能够接触得到的，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全在里头。无量、无数、无尽、无边际，就是那一念。所以宇宙从一念当中生出来的啊，全是一个共同体啊。这一念断了，什么都没有了。对，断掉什么？断掉就回归自信啊，回归到啊，用白话明白来说，回归到无为法了啊。前面九十四法都是有为法，有为法是阿赖耶为主，阿赖耶变的。转八识成四智，就回归到无为法了。啊，四智是什么？四智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智慧德相啊！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智慧德相啊，就变成四智菩提了。啊，但这四智是什么？隐而不现。啊，就是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所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所以他能生万法。啊，万法回归到自性了，都不生万法了，那就是本自具足。本自具足的时候是隐啊，你不能说他没有，他什么都不是，不能说他没有。能生万法的时候显啊，显示出来了，显示出来的你不能说他有。啊，为什么呢？刹那生灭不是真的啊！你一定要晓得啊，有就像电影荧幕上的画面一样啊，有没有？有，是不是真有？不是真有啊，画面上的现象跟自信没有妨碍啊。自信是我们把荧幕比作自信啊，荧幕不爱现象的发挥，现象发挥不爱荧幕的如如不动啊，荧幕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啊，这什么都没有要看从画面上看出，哦，荧幕上什么都没有啊，像是假的，荧幕是真的，真假在一起啊，真妄不二。妄不爱真，真不爱妄啊，没有障碍啊。啊，我们要学会这一点，这叫真修行。佛菩萨示现现象也投影在其中，
在设法界，在人间，设法界里面的众生都是属于业报身，啊，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不是别人制造的，啊，与上帝、与谁、与佛陀通通不相干，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自己业力变现的。啊，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啊，那我们对自己要负责任呐、我们自己这一生的生活是幸福，还是受苦难，与什么人都不相干。为什么呢？谁来做主宰呢？我们的意念。啊，也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的念头不善，那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就要受苦，就得受难。我们的这个心，这个心地善良，啊，没有一丝毫恶意，那你到这个世间来是享福。没有一样啊，不是自作自受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那换一句话是，你求什么人帮忙呢？帮忙的人都有限。求佛菩萨帮忙，佛菩萨保佑你。佛菩萨能不能做到？如果要能做到，我们今天这些苦难他不能给我们化解，佛菩萨大慈大悲何在呀、那不是假的吗？你这个慈悲不是空谈口号吗？啊，所以要晓得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帮忙相对的有限的啊，真正做主宰是自己，我们自己肯帮自己的忙，佛菩萨忙就帮上了，他才帮得上忙。啊，你看净宗所讲的啊，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啊，佛中之王啊，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赞叹到极处了，啊，他能不能帮助我们？那待业往生就是他帮助我们的。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念佛真正有了功夫，他来接引的时候，佛光先照你，佛光一照啊，就把你的罪业消除，不是消除干净。你比如我断了一品烦恼，佛光一照啊，哎，就变成断了两品了。你看，他的忙只能帮一品。如果我们能把烦恼断五品，他一照呢也加持五品啊，那你十品十分烦恼就断尽了。它是相对的，你有多少功夫啊，他能帮助你提升；你没有啊，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如果你什么功夫都没有，他能帮助你，那我们这些人应该通通得度啊，不必修行了，也不必念佛了，这才叫慈悲到极处啊。啊，你看看，还得靠自己。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对我们的价值是什么？讲经教学，真的。啊，佛菩萨对我们的价值，就跟在教室的老师对我们的价值一个道理。老师教了，我们自己不认真学，什么都得不到。啊，老师教导我们，我们听明白了，啊，真正相信了，依教奉行，你就得到了。啊，老师只能做到开示啊。误入是自己的事情啊。啊，开始开启是开法，是这个意思。啊，示是示现，表演给你看。啊，开是言教，示是身教。啊，老师言教身行，做出榜样来给你看。老师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啊。学生呢要悟啊，看了之后啊要觉悟啊。悟了之后啊要向老师学习啊。要行啊。那行你才能入进去啊。所以悟入学生的事情，那个老师一点也帮不上忙。啊，所以啊，你要能够悟，你要能够入这个境界，啊，开示悟入。啊，学生怎么悟入呢？学生有四个字，叫信解行证，这老师的。啊，信解行是悟。正呢入了啊，行里面就入啊，正是圆满的入了啊，所以学生的悟啊就是信解，能信能解，这套悟啊，悟如啊，开示悟如啊啊，是老师的恩德了，跟父母恩德是相等的啊，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养育之恩啊，老师有教诲之恩啊，啊，我们对父母要孝顺啊，对老师要尊敬啊，啊，孝亲尊师啊，这是大德，这是所有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啊，中国几千年对这个是非常重视。啊，孝道跟师道非常重视啊。啊，从前做老师的人很辛苦啊。啊，老师的生活没保障啊，不像现在国家立学校啊，啊，老师每个月定上薪水啊，啊，有待遇啊，退休的时候还要国家照顾，以前老师没人照顾啊，啊，老师教学不收学费，没有定学费的。
啊，孔夫子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啊，是接受学生家长的供养，是随缘的，没有定额的。啊，学生家庭富有，多送一点，多供养一点。学生家境非常清寒，完全免费也。有时候老师有多余的还帮助学生。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这社会上两种人是最受人尊敬的。第一个就是老师。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啊，第二种是医生。啊，医生是救人的。啊，他不是赚钱的，他是救人的。啊，一定是把人病治好了，救活了。啊，在这个病患恢复健康之后，啊，送一点礼给医生，啊，给大夫，啊，都是随份随力，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完全变成商业行为了，啊，所以古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很清寒的，啊，物质生活不是很好的，最受人尊敬。他们是救人，是来救世的。啊，这个诸位要是看看古礼，你就明了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就知道要靠自己，啊，自己靠得住吗？绝对靠得住。你真正明白道理，啊，真正觉悟了，为什么？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向好，向好就是我们现在世俗讲的福报，你一样都不缺啊！所以为什么要明心见性？这见了性的时候，你全得到了。你看，智慧开了，德成就了，相好成就了。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我们现在懂得，意念能转变一切，这个意念的能力太大了，意念是造物主啊！啊，我从哪来的？谁造的我？意念造的，我的意念造我的这个人生。如果这个意念要是纯净纯善，那得了，你真的成佛了。啊，第一个好处，身心健康啊，没有疾病啊，啊，老而不衰啊，
年岁大，活个100、200岁，还像年轻人一样，这是福报吗？从哪来的？你自己造的。佛告诉我们这个方法，你能把这个学会了的时候，你就能造成啊。我在过去曾经说过不少次。如果你真的会学佛，你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都明白了，方法全用上了。你是哪一年学佛的？你会永远保持那个状况。你30岁学佛的，你年年都是30岁，活到100岁的时候还是30岁。你20岁学佛的，活到100岁还是20岁。你能把它保住？如果不能保住，那这个念力就不稀奇了。念力能造宇宙啊。最后这身体还不得自在的话，还有障碍的话，那怎么行呢？怎么讲得通呢？佛怎么成佛的？靠一念。一念纯净纯善。那佛教给我们要想健康长寿这物质生活也能够获得自在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是我当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但是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有求必应，要如理如法的求，如果不合理不合法就没有感应如理如法理是信德，法是与信德相应的方法求财，财从哪里来的这都是老师当年教给我的财是从财布施来的我们在先前看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拥有亿万的财富，这人命里有的，他为什么会有呢？过去生中欢喜修财布施他这一生就得财富为什么这一生贫穷呢？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不肯修你命里头没有财无论你经做什么样的行业，你都不会赚钱，命里没财命里没有现在我修因行不行呢？行现在懂得了，你就修财布施欢喜布施首先要有这个心欢喜布施，欢喜帮助需要财的
这些人，你的欢喜帮助他，越施越多啊！啊，真的一点都不错啊！啊，老师教给我的方法，我用到今年呢，用了59年。啊，真的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你那个财源就没有止境了。啊，像潮水一样。啊，绝对不能把财守在那个地方。啊，一守就坏了，就变成死水了。死水就不流通了。你那个财就有限了。啊，这边来了那边走，所以财叫通货。它要流通，源源不断了，这个多自在啊！啊，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啊，无微是看到众生有困难的时候。啊，这个不安的时候，有恐怖的时候，啊，你能够帮助他，啊，你能够化解他的恐惧、他的忧虑，这一类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特别是我们的饮食。啊，所以中国佛教提倡素食是属于无微不食，让一切众生见到我都不会害怕了。啊，我们会保护他，都能得到啊安稳。能够真正发心照顾老人啊，孝养父母，跟父母年龄相当的人都要把他看作是父母一样的来照顾。啊，这个是健康长寿之道啊！啊，现在这三样东西谁都羡慕，谁都想，但是他不肯修因，那就得不到了。啊，所以你希望得到的时候，你要真干。啊，舍财得财。所以舍得，这是佛学里面的术语啊。哎，你舍得越多，你得到的越多啊。可是舍得是两重意思，第一个你舍一定有得，第二个意思呢，舍得把你得到那个也要舍掉啊，你可别保留，你要保留呢，那你就很有限，你就那么多。如果你得到的也能够舍掉的话，你得到就更多，后续来的没有止境。啊，这是佛教导我们呢，生财有大道啊，养生有大道啊。啊，从哪里修？一定都从根本修。啊，像树木啊，它得有根。啊，根要深呐、啊。
根深蒂固啊，那你以后的发展前途无量无边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在讲，就是两个字：孝敬。事出事法，所有一切德行都是从这里发生的啊，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啊。那么在中国，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都是以孝敬为核心。佛教导我们啊，敬业三福是大乘法里面的总纲领啊，最高指导原则，开宗明义，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两句摆在前面了啊，根呢啊，大根大本呐、啊，啊，这两个字怎么去落实呢？怎么去做呢？啊，那个方法就多了。啊，大小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啊，菩萨很会学，能把十善呢展开为八万四千细节啊，真的把十善做得无微不至，做得真正圆满了，这才成佛了。啊，那我们开头十善展开来就是弟子规，就是感应品。那我们真正能够把弟子规跟感应篇做到了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有根了。在世法里面讲圣贤之根啊，在佛法里面讲呢，是佛菩萨的根啊，他真做到才行啊，真正做到世间法里面，你是善人君子，出世间法里头你是真正的善知识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跟菩萨一样，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我们现在讲啊，人缘好啊，佛法讲的法缘殊胜啊，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世尊教导我们有四法，人跟人的相处叫四摄法，这个就好像现在讲的公共关系法啊。这四法第一个是布施啊，我们一般讲啊，结缘呢 啊，这个布施跟六度里布施意思不一样。六度布施是断烦恼的啊，是把那个牵念的心布施掉。啊，是这个意思。
四摄法礼布施，就是今天讲的送礼请客啊，礼多人不怪嘛。哎，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手段啊，非常重要的啊，你要常常送礼，常常请客啊，这关系就好了啊。第二个，言语啊，知道啊，人与人之间相处啊，最重要的是交流啊，现在人讲交流。真诚的相待啊，要多为对方着想啊，不要想自己啊，你能够想到对方，这是真正的爱语啊，替对方来着想。对方要有过失，要知道规劝啊，这个里面都有善巧方便啊，所作所为是为众生服务的啊，当然我们所借贷的对象，也就是服务的对象啊。最后一条是同事，那菩萨才能做到啊。我们现在不是菩萨，不是菩萨呢，那我们的同事啊，只能够说是同学，我们一同。向佛菩萨学习，向圣贤人学习，这就对了。啊，真正菩萨的同事，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了。啊，但是那个不能学，我们学不到。啊，我们学了的时候会被他拉跑掉了，会堕落了啊！所以这四摄法了，我们做前面三条啊，布施、爱语啊、力行，同事仅限于跟圣贤一起学习啊，跟佛菩萨一起学习，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接引众生啊，我们如何能跟人相处的和睦啊？世间人讲的是相亲相爱啊，啊，互助合作，这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学着真正的时候能够尊重人。啊，自己一定谦卑，尊重别人，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啊，帮助别人，这非常重要啊！啊，特别是别人有需求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啊，要照顾，啊，真诚的照顾。没有自利的念头，没有要求别人回报的这个心啊，这才是真诚心啊。我们对别人好，希望将来别人对我好，错误了啊，没有这个念头，只有付出不求回报啊。为什么？
因为众生跟我们是一体，所以这个见和同解重要啊，这才是真正的基础啊！啊，这是一体啊，比一家还要亲切啊！啊，这个底下文讲的啊，《行愿品》里面说的啊，尽一切劫为一念，我于一念见三世，戒行言处同时，三际亦如之意。啊，言是长时间，处是短时，是一念啊。对，三际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故大书曰：“若一夕之梦，告享百年。”啊，这个是像中国古人讲《梁华梦》，梁华梦啊，这是传奇小说里面写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在过去国文里面都有啊，在中学国文里面都有。啊，这个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几乎大概都读过啊，这是一篇寓言啊，叙说一个秀才啊，名利心很重啊，在一个道观里面啊，休息的时候打个瞌睡啊，老道在那旁边打坐，旁边煮的一点吃的东西，黄粱，就是高粱米吧啊，小米。他一梦醒的时候，在梦中已经几十年了啊，梦的就赶考啊，考取了以后中了状元，做了官了啊，喜欢的人都报了恩了，不喜欢的也报了仇了，啊，到最后的时候年岁大了，告老还乡了，这些梦醒来之后啊，那黄粱还没煮熟，这就说很短的时间，啊，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人生如梦啊，啊，实在情形呢，也很丰富。我们想到你看当年刚刚学佛啊，很年轻，转眼之间啊，就几十年就过去了，真的像一弹指啊。早年我到香港来啊，邀请我的两位大德，一个是出家的，一个在家的啊，出家的圣怀法师啊，两位现在都不在了啊。那个时候我讲经的时候的听众啊，法师很多啊，前面一排坐的时候全都是法师，几乎大多数都不在了啊。人生苦短了啊，三十多年了啊，我记得我好像是50岁的时候到香港来讲经，好像1977年啊，1977年，50还是51岁的样子。时间过得太快啊，说是100岁，我们现在感觉的太短了，一弹指而已啊，啊，并不是很长啊。啊，本经中啊，一度显此啊，这本经是指《无量寿经》里面有啊这些经文，如
大教缘起品，里面有一句经文说：“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念情就是一念，一念可以延长到无量劫、无量意劫，这个话是真的。啊，只要这个波动现象啊不终止，这个念头的生灭不住啊，念念不住啊，啊，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啊，后念怎么生的呢？前念。没有前念，哪来的后念？啊，念皆圆融，啊，给你讲真话，一切众生，诸佛如来，没有例外的，活在当下，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那个意思讲得很深呐、啊，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已经过去了，再不找不回来了。现在心不可得，说现在，现在要过去了，未来心还未来，还没来。啊，这都是给我们讲时间的。啊，时间是一个概念呐、啊。啊，我们明白了，善于运用。啊，才知道，啊，你不会着急。哎呀，我这个功夫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啊？我求往生啊，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你能把时间搞清楚之后啊，你把这个念头就放下了啊，能不能往生在一念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得很好啊，啊，临命终那个时候最后的一念是求生净土，你就决定得生。啊，那我们应该怎么修法呢？我就把现在一念当作最后一念，那我不就念念在求生吗？那哪有不生的道理了？啊，那些念佛往生人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不要等着啊，哎，还长了，这个眼前还不要紧，到我临命终时再念吧，那你就错了，就在当下。啊，真正会用功的人，真正成就的人，抓住今天，不要想过去，也不要想未来。啊，这叫活在当下。底下是得尊普贤品，这是第二品，得尊普贤。于一念情呢，游遍一切佛土。这个我们现在做不到，可是这西方极乐世界的事情
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如是。啊，我们到那个地方，这个境界了，肯定会现前。什么时候现前？应该说，生到极乐世界就可以现前。啊，为什么？阿弥陀佛大愿里面说过，十方世界念佛生到极乐世界，那些人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的愿文，决定不是假的。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呢？圆证三不退呀。依照经文里面的华严经上说，圆教初住以上，分证即佛。也有一些祖师大德有这么个说法，说七地以上，那还得了吗？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每一天除了清净本寺，不离释迦牟尼佛，听经学教啊，同时你能够分身去参访十方世界的诸佛。弥陀经上给我们讲十万亿，十万亿它有表法的意思，因为佛讲了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世界的距离是十万亿佛国土，说十万亿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去，你要想回家来看看呢，随时都可以来，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呢，不止哪只十万亿呀！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都能够在一年前分身去参访啊！佛不是叫我们修福修慧吗？最大的佛是怎么修法呢？供养佛。你看，你每天像供养一尊佛的佛报就不得了啊！你每一天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你看你的佛报多大？这是修福啊！修慧呢，是听经学教。一尊佛给你说一句，你就不得了了。你一天所学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那真是你恐怕只几秒钟就学完了。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成就无量智慧，成就无量的福报。证得圆满的佛果，圆满的佛果就是圆满的福报，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我们在娑婆世界天天受苦，冤枉啊！所以你要想的真正搞清楚了，这巴不得赶快去啊！今天就去啊！
那你是吧？你真的觉悟了所以真搞清楚了，对这个世间不再留恋，这是真的这个世间是应该放下如果要留念呢，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再来，再来是菩萨身呐。再来不是业报再来是什么？尘缘再来帮助娑婆世界跟我有缘的众生你跟他有缘。他会听你的教诲，你来教他你来带他一起学，那怎么会一样呢又各叹福德品，这第27说于一世情佛王设法无边尽刹，你看这一句还得了吗？一世情是一顿饭的时间呢。我们吃一顿饭，通常大概半个小时吧。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啊，一世情。佛王就来回设法无边尽刹，不是十万亿十万亿这个数字很小了，这跟你说真话了设法世界无量无边诸佛的清净刹土，你看看这种现象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时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前后没有了所以过去诸佛，未来诸佛，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空间没有了，就居力没有了设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在哪里呢？都在当下你这一个念头起了你真的就到了念界圆融，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讲，诸佛刹土里面的真相，也是说宇宙的真相。我们现在完全生活在梦中正道果里面讲的好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梦幻泡影来做比喻我们学了佛了，听到经教了，就应该真正清醒过来醒过来之后，这是觉悟悟了之后我都要真修修什么？84000法门，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是叫你放下。
啊，放下，境界就在眼前，就契入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